呢。我的女王真美丽，日日夜夜思念你，只要你在我身边，你爱咋地就咋地。你看人写的多好，爱你的赵刚子。哎呀妈，这大姐夫写的，看啊，这真是我大姐夫写的啊！哎呀，大姐，我大姐夫这么浪漫呢、啊，我都没想到啊！不俗吗？不俗，一点都不俗。哎呀，我没想到我们家刚子这么浪漫，太感动了。我回来了，哎，大姐夫，我哎呀，刚子，大米呀，你是不是看了我给你写的那首诗了？是，我的诗人。我的狮子刚，大米呀、啊，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写这首诗吗？你还记得吗？12年前的今天，我认识了一个小胖子。谁呀？你。12年之后，他仍然这么胖。你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女人，谢谢你，12年与我相濡以沫，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刚子，小米，小米粒在那儿呢。本来我是想给你买一个礼物的，你也知道，每个月你就给我50块钱零花钱。这个月王小倩借走了一大部分，本来还剩点。没想到你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买瓶醋，结果就1分钱不剩了。但是，我给你写了这首诗，纪念我们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刚子，你啥都不要，只要我在你心里就行。感人，太感人了！钱润发，你给我出去！你无理取闹！找别扭，怎么的？这是今天这是咋的了？这是气死我了！无理取闹。大姐夫啊，你两口子什么意思啊？我们两口子在里边吵架，你们两口子居然有这种方式来庆祝？哎呀，庆祝什么呀？庆祝干什么？你不知道吧？今天是大姐跟大姐夫初次相识的纪念日。哎，大姐夫还给大姐写了一首诗呢，浪漫。去，写诗就浪漫啊！我给你二姐直接给的钱，她把我给撵出来了。老板，撒开！我看不得这个啊！师傅，你说你忙了这么长时间了，好不容易回趟家，怎么回来就吵呢？大姐夫啊，二美丽也不知道咋的了，无理取闹啊！我刚出差回来，她说我不着家，我要是着家，公司的生意谁来做？说我出差回来没给她买礼物，我把这次挣的20000块钱都给她了。买什么礼物买去呗。哎呀，小芳，你就给他买一点礼物。对，就是你呀、啊、就是一点都不浪漫。你懂啥呀？浪漫管饭吃啊。顺芳，写你大姐夫给他写首诗。写什么诗？什么诗？那我写的。你写的？我写的。他你过来干啥？你写的？我写的。哎，借给我呗。不是，这我写的诗怎么能行啊？我跟二米粒今天恐怕是过不去了。哎，这首诗你借给我，我就说是我写的，我写给他的。那不行，不合理啊！这是我写的诗。钱润芳，就这个，走了你就别跟我回来了啊！我有家都回不来了。没事，有我呢。来来来，你们都过来。不是那个大米呀、这样，你马上去一趟，劝一劝。不行，又犯驴脾气了。小明、你出马。不行，我怕他踢我。你咋这没出息样？
你都不去谁去呀、啊、对呀、啊、谁去啊哎街坊邻居们你们可能不太了解我大姐夫的一声叹息证明他要去你又在这儿谢谢大姐行了我出马吧太好了你去能行吗没事我去那给他吟诗一首啥事都没了那个小美玲啊跟我去一趟我去干嘛呀你诗人旁边不得有个书童吗你过来还是看我二姐踢大姐夫、啊、我等待着你胜利的消息啊放心吧、哎、行不行啊他没问题顺风哎你就是不如你大姐夫浪漫我的女王真美丽日日夜夜思念你只要你在我身边你爱咋地就咋地怎么样、啊、来来来大姐啊哎就这首诗让你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怎么的不敢动啊 我问你个问题啊我记得大姐夫跟你结婚之前有一个女朋友就是婚前女友叫什么名字来着王美丽王美丽哦那你闭上眼我再给你朗诵一遍啊哎我的女王记住这个字啊哎真美丽大姐连起来说一遍王美丽我再念一遍我的女王是王美丽日日夜夜思念你只要你在我身边你爱咋地就咋地心怎么这么大呢还在这儿感动呢写给王美丽的哎呀美丽别再闹了啊是哎呀大米呀、啊、你看看我不就写了一首诗吗这怎么至于感动的还哭呢别哭了啊别哭了一边去赵刚子啊你那个诗就不是给我写的开什么玩笑不是给你写给他写的你写给王美丽的什么玩意儿怎么能出现王美丽呢怎么你看看你写的啊我的女王真美丽王美丽那个我得先跟你们说一下啊他这人吧说话有点直直好啊说明人实在你看你大姐夫这心直口快的多好哎低调我跟你说啊二姐啊直好啊说明这个人简单、嗯、善良嗯对对大姐夫说太对了这人就太简单太善良了、哦、但是我得给你们提个醒、啊、他这个职吧跟我大姐夫那个职是两股道、啊、不能都是一个道的我们都是同道中人啊啊啊我跟你说二米啊你这事办得不错哎谁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嗯、对吧这时候你伸手帮忙一下这是对的啊二驴子这事你干得一点都不驴大姐夫给你点个赞啊哎我跟你说 啊一会儿啊这个二米的同学来了都得热情明白不嗯得给二米长脸啊没问题 啊谢谢大姐们、哎、应该的吃吃吧你吃来了来了我同学请问你是二米家呀哎呀二米家小翠儿二米啊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啊想死我了可不、哎、你一点都没变瞅瞅把你胖的胖是不是怀孕了啥时候生让我爸给你攒点备鸡蛋我给你下奶没怀孕拉倒吧没怀孕能胖这样肯定是男孩要不然不能变这么磕碜那个女孩女孩行了吗跟小时候一样一开玩笑就生气不是那个翠儿啊我没胖我就是瘦的不太明显还不好意思了那怀就怀呗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呀啊你说你要是怀孕了你还不得像他似的胖得像个狗似的这瞎说话这鼓谁呀、啊、你说啥呢这我大姐、啊哎、大鼓不是什么谁大鼓啊大姐呀、啊、我那意思就是你的身体好你可不能再吃了啊再吃你就爆炸了这个是啊这个你忘了吗
那个，这是我小妹妹小米粒儿，长多漂亮啊！小米，对对对，哎呀，小米我有印象，那小时候长得那跟个瞎苞米似的。这天能不出瞎的？你说长大了变这么漂亮，说上哪说理去？你说？说话，对不起啊。哎，你好。这我大姐夫啊啊！你好，你好，大姐夫，哎，欢迎你啊！这几个女的当中，属你最漂亮。哎，又毛发重了点儿。啊，那我是男的，肯定毛发重嘛。对呀、啊，哎呦，大姐夫，哎，不会说话了、哎。其实我夸人吧，就会这一句；哦、夸我儿子，也就这一句。说话，哎呀，我的妈！大姐夫，哎，对不起啊，啊，那个他有点直。没事没事，我们都是一个道上的。但是我发现他道行比我深。哎呀，二米，哎，我才反应过来，大姐和大姐夫他俩是两口子啊啊！哎呀，真应了老人古语说的那句话，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我出去办点事儿去，我。哎，大姐，干啥去？还干啥干啥？这不来客人了吗？晚上做猪肉炖白菜，我上超市拱两颗白菜去。哎呀，别走，别走！哎哎哎哎哎！我再问你，你别拉我，我在这儿呢啊！你是干啥的？哦，我是物业。对对，那个我大姐夫他是物业。特别优秀，好好说话。物业我知道啊，就是小区门口看大门的嘛。啊、对，也有看大门的啊，对对吧？啊，对对对。我们村啊，只有好狗才能看大门啊。大姐吗？哎，对不起。没事没事，我知道他夸我呢，他夸我是条好狗。好像是。我跟你说，二米啊，他在咱们家住这两天呀、啊，你可一直要跟着他，明白不？为啥呀？我觉得他生活不能自理。大姐夫，他刚才最后他这是什么？是说什么？走音？我怎么走人？我怎么听着像滚？啊滚！哎呀，看看，我媳妇给我订的大餐。哎呀，第一碗大米粥。我媳妇儿太爱我了，我媳妇儿是让我饭前一碗粥先垫垫。看第二碗，小米粥。小米粥消化好啊，这是饭后一碗粥，这肯定是主食。红枣莲子粥，怎么个意思？我明白了，我媳妇儿这是让我喝个水饱啊。哎呀，不行，这饿得不行了，粥也得。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喝粥啊！我怎么不能喝？你真不能喝粥！我怎么不能喝？你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啊、你说你要是喝粥的话，你就是我儿子。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啊？你看你这人，你说话你咋不承认呢？街坊邻居你们说的说没说？你说我什么时候说话算个数？行了，喝吧，你也喝，你也喝，好，哎，你也喝。你喝呀？你不喝呀？我喝什么喝呀？你都喝了，我喝什么呀？我喝。哎呀，饱了。大哥错了。哎呀，大哥错了，大哥错了。什么？你一上来我就错了，我怎么错了？我不，大哥是我错了。我送错饭了，这个才是你们订的饭。我的天，你坑死我了你！你看见没有，大姐夫、啊，这才是我媳妇给我订的饭呢。我看看这都是什么啊？哎呦，哎呦我呢，哎，辣子鸡，哎呦，红烧肉，哎呦，红焖大虾，哎呀，大哥，是这样的，我把你的饭送过来了，你把刚才那份饭。还给我呗！不是我凭什么要还给你啊？不是，那你说送错了吗？刚刚给你的那份饭呢，是二号楼的102，现在我送给你这份饭呢，是一号楼的102订的饭，我送错了。哦，那我明白了。嗯，行，还给你，盒拿走吧。啊？那都七万了。啊！哎呦我的天，这不是你的饭，你起他干什么的？哎哎哎哎，你蹦的什么？你蹦的呀？
你送过来的，你也没说，我哪知道是谁的呀？我不说送错了吗？你不是你的饭你也起啊？我哪知道这不是我的饭呢？我媳妇儿从网上给我订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菜呀、啊。要拿拿走，盒拿走。不，我要什么喝？我要饭。妈，你坐。你看啊，他说了，说这个桃啊太甜，没有酸味儿，不符合他对桃的审美。你这咋整？我说小米粒啊，你不酸你还不吃，你还想吃啥呀你啊？啊，你呀、啊、你呀、啊，挎兜有俩钱，不知道咋嘚瑟了。妈，我那个……你别说话，你别说话，那么馋还好意思说话？妈，你看这小米粒，你咬这么一口，你别人也不好吃了。这样吧，咱扔了吧。拿回来。败家的孩子们，你们不吃，我吃。哎，妈妈妈，你这样吧，您给我、啊，我把这桃掰开，完了我把里面那壶给扔了。哎、啊，壶可不能扔，我屋里想个花盆呢，一会儿我把它种上。哦哦，好、哎、好好，慢点吃妈啊，哎，慢慢吃，慢慢吃。哎呀妈呀！街坊邻居们，我厉害不厉害？是的、嗯，怎么样？厉害，我服了，服了，服了。你过来，过来，小米粒。就借这个机会，大姐夫还得跟你说两句。平时大姐夫也不好意思说你，你这嘴呀、啊、太馋。你有时候吃完这东西就吃那么一点，叭，你就不吃就扔那儿了。你知道这东西哪儿去了吗？扔了呗。什么扔了呀？妈吃了。啊？妈把我剩的那些饭菜，一个人全打扫了？这是万一她吃不了，不是还有你大姐夫吗？我负责打扫。这以后得改改这毛病，听见没？啊？对。那个我回屋反省一下。你等会儿啊，你别回去，你别回去，你这中午吃完饭的碗还没洗呢，还洗碗，以后俩月连着洗，听见没？哎哎，回来了，你俩回来了，回来了。哎呀，这一天呢，把俩这腿都要溜细了。哎呀，行了，就别臭美了，出去买东西，那高兴的事儿，累就累呗。不是给我俩买的，都是给俺妈买的。对呀，给妈买的，你看还买两件，你看好不好看？哎呦，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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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夫，哎，你看这好不好看？我觉得好看，我给咱妈买两个。对，哎，看看，嗯，又来俩乱花钱的。啥叫乱花钱？给妈买叫乱花钱呢？就是。哎哎哎，你们还别说啊，人小米这说这还是有道理的，你们信不信？给妈买这衣服，妈肯定不要。为啥不要啊？我就不跟你们啰嗦了。你这样吧，你们把这个事儿交给你大姐夫，是吧？你大姐夫来给你们完成这个任务，好不好？我让妈穿，妈就能穿上。咋的？咋的不咋的？你还不相信我吗？我这实力，哎，媳妇儿，你穿、啊、穿上。哪件是你的？我放那干的。那是我拿来孝敬我妈的，拿来孝敬你妈呀？啊，不是，孝敬你媳妇儿啊。哎呀，二米，你到现在你对你大姐夫这个认识还是不够。你大姐夫现在太聪明了，我跟你说，就我这智商，小米介绍一下你大姐夫的智商。啊，那个大姐夫心眼多，听他的。什么心眼多？啊，智商高，心眼。